江念雨，你生气是？这不是真的，你只是我的幻觉，对不对？我对你根本就不重要，你是我的幻觉，对吧？我对你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来守护你。 知道你那么说是为了他好，结束这一段没有意义的感情游戏，否则我让他永远消失。可是我根本不爱郑楚耀，那就努力的去爱。事关道立集团生死存亡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夫人，大小姐，楚耀少爷来了。 林星辰，听说你病，怎么搞的？楚耀，那些燕窝是带来给星辰的吗？哼，我也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。不过我听我奶奶说，女人吃点燕窝总是好的。你真是太周到了，我相信星辰看到你病也好了一半，是不是？ 谢谢你。 见的人是郑楚耀，不是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，江念雨？ 现在教室里没有外人，妈妈的监视应该没有那么严密吧？江念雨，我跟你说，昨天七叔……喂，陈老师找你。哼，就这家伙。 不知道哪里打动了维也纳音乐学院，给他发来了留学 offer。真的？像江念雨这种人，拍拍屁股说走就走，根本靠不住。哪像本少爷，连假装情侣都把你照顾得这么好。
真不明白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那可是维也纳音乐学院呢，江同学，全世界音乐家梦想的地方。我需要再想一想。我顶多再给你三天时间。你看，你怎么还不去上课？什么课啊？今天游泳考试你忘了？啊，我还没换衣服，我一会儿就去，你先过去吧。来，我跟梁启凡打赌，自由泳成绩我能赢他，一定要来给我加油哦。嗯，肯定能赢，快去快去，拜拜拜拜。来，我怎么发出去了？啊哈！杰伟，我不想用叹号的，用叹号好像显得我急不可耐一样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！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啊！你能不能帮我去跟老师请假？我真的参加不了考试了。哎呀，我送你去医务室，来。哎，别！为什么呀？来！哎，不要！肚子也没有那么痛。别玩手机了，快去呀！还玩什么手机？啊？梁启凡，如果我输给你的话，我就请你去马尔代夫度假。那就先准备好机票吧。我也要去马尔代夫。你再减5公斤再去怎么样？哦哦哦哦，很痛哎。